作为一家高速发展的航空公司，海南航空航线遍布全球，公司航财储备约占 75% 库存资产， 25% 流动资金。近两年年平均航材运输量已超过12万项，除机轮刹车外，其他附件送修项已超过2.3万每年。航材管理已成为影响海南航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。由易建科技为海航研究建设的航材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，通过 RFID 技术为海航的航材提供可视化的全生命流程管理，实现航材仓储数据流与实物流的精准同步，有效降低运营成本，提升航空维修服务水平，进而提高航班准点率与客户满意度。技术的变革使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针对航材入库、航材收料、航材上架、航材盘点、航材下架、航材运输包装及航材出库等环节，实现了更为精细的流程控制。航空航材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满足航空器材管理特点，顺应行业发展潮流，提高劳动效率，实现航材仓储运输全流程控制，提高系统监控能力，保护资产安全，节约纸张，践行绿色办公理念。系统在海口海航航材库正式运行后，收料工作效率提高5倍以上，节约纸张约10000元每年，节约100%不必要的人工核对成本，解决90%以上信息滞后问题，减少备件投资费约500万元每年，增加航材在库时间6万天。在未来，航材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将以海口、北京、西安3地为核心，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海航外站持续推广，引领行业开创航空运输智能化时代。